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葛晴。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长春小雨，最高温17度，最低温15度。下面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昨天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从今年开始将对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进行一系列改革。此次艺考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力推进各省组织艺术类统考，按艺术专门类分类考试，并不断提升其质量和水平，力争到2024年省级统考能够成为艺术专业考试的主体，为高校选材提供更科学更公平的依据。多年来，艺考招生形成了统一高考加专业考试模式，即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文化课考试和专业考试。其中，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和校考两种形式，省级统考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校考由高校组织。但目前，省级统考覆盖的艺术类专业尚不完全，艺术类专业校考繁多，标准也不统一，给考生备考、应考造成了较重的负担，考试招生的公平性、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此次意见提出，将大力推进省级统考范围，到2024年，省级统考将成为艺术专业考试的主体。据统计，目前艺术类本科5个专业类中，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已经实现省级统考全覆盖，招生规模占比达到75%。截至2020年，除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外，高校的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已不再组织校考，直接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而音乐学类、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目前也已覆盖29省份、26省份和24省份。意见要求，到2024年要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同时不断提升省级统考的水平和质量，增强考试的区分度，满足不同层次类型高校选拔需要。另一层来考虑，确定科学的考核内容跟考核目标，要掌握难度跟区分度，保证不同类型的院校啊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需要的人才。同时，意见提出，对一些艺术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将不再组织专业考试。此外，随着时代发展，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艺术专业，专家建议在分类考试时要合理划分其考试门类。现在呢，有5个类别，但是对有些特殊专业，它很难覆盖，比如艺术与科学、数字媒体艺术。这些专业它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影视类不合适，放在设计类更不合适，因为传统这些专业都有一套的考试体系、考试方法。那么我们必须面对未来的交叉学科要设的类别，这些专业很大的程度上是带着专业的发展方向、考试的规范、专业的规范要设定好，这是我觉得下一步要重点要研究的。多年来，艺考考生文化成绩要求一直低于普通专业考生，使得部分考生和家长将艺考作为升学的捷径，功利性报考。此次改革提出将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切实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而轻文化的倾向。目前各省份考生文化课成绩均有最低标准，其中对于保留2、3本批次的省份，要求文化线不低于2本线的70%；对于合并批次的省份，要求文化线不低于新2本线的75%。此次改革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在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的同时，对在相关专业领域确有专长的艺术人才，意见提出将探索建立破格录取机制，
允许组织校考的高校在相关校考专业招生中，对极少数省级统考和校考成绩均特别优异，或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制定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办法。此外，意见还对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进行了调整，明确从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再从高校招生环节进行选拔，改由相关高校从在校生中遴选培养。过去的高校高水平艺术团的录取，它是单独录取的，那么它的录取分数和普通的院系的分数差距比较大，特别是文化课成绩，那么这对于人才培养是不利的。这次一个重要的改革，仍然保留高校的高水平艺术团，但是它不在普通高校的招生环节来录取学生了，转到在校的高水平艺术人才里边来组建高水平艺术团。国际方面，本月15号，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此后澳方终止了与法国企业签订的数百亿美元的潜艇订单，转交英美两国。当地时间22号，被毁约的法国海军集团表示将向澳大利亚提出索赔，并开出了一份清单。另一方面，四国之间的外交风波也有了新的风向。法国海军集团表示，赔款将用于拆除生产设备和信息技术系统，重新分配雇员。索赔清单将在几周内送往澳大利亚。不过，法新社称，海军集团已投入的约11亿美元都是澳大利亚先期支付的，因此法方目前没有损失。遭撕毁的协议签订于2019年，澳方向法国海军集团订购12艘排水量4500吨的攻击级常规动力潜艇，合同金额为365亿美元。由于成本超支和汇率波动，最终完成的话将耗资659亿美元。这笔订单上周被美国、英国抢走后，法国随即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当地时间22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声称，曾试图安排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对话，但遭到无视。不过他表示将耐心地重建与法国的关系。同样在22号，法美两国总统通了电话，拜登罕见地认了错，双方敲定于10月底在欧洲会面。此后，法国同意驻美大使下周返回华盛顿。23号，正在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勒德里昂强调，法美要走出此次危机尚需时间和行动。最后，22岁的美国白人女性加比佩蒂托失踪案件在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发出质问，为什么当美国的少数族裔失踪的时候，却无法获得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呢？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原住民女性被杀案件中，仅有18%被美国媒体报道，甚至于有媒体会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负面的报道，而白人被杀案件则有51%出现在新闻中。美国制止针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联盟负责人乔林·霍尔盖特说，美国原住民女性失踪或被杀案件的数量非常多，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看到白人女性的失踪被媒体高度关注，警方为此出动大量人力，对于原住民群体来说，这种感觉很糟糕。霍尔盖特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对原住民生命安全的漠视。去年11月失踪的原住民女性玛丽·约翰逊的家人就呼吁，玛丽应该得到与白人女性同样的待遇。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也借此机会呼吁美国媒体和警方对失踪的非洲裔人口给予更多关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在约9万起失踪案件中，人口数量仅占美国总人口13%的非洲裔却足足占到了31%。失踪非洲裔的家人对媒体表示，美国警方对于非洲裔的失踪案件十分不重视，警方甚至会轻率地将那些失踪的非洲裔归为离家出走或卷入犯罪事件。
由于供需失衡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暴涨，欧洲各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其中英国天然气紧缺的情况很严重，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又导致英国食品加工、运输等行业出现了用工荒。23号，英国政府官员呼吁消费者近期不要恐慌性购物，称英国不会重演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冬季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状况。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的一名高级官员2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英国人是否会经历像1978年末至1979年初那样难熬的日子，他回答：“人们没有必要出门恐慌性购物，现在根本不是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上周，英国大型连锁超市乐购告知政府官员，卡车司机短缺导致食品运输困难，如果不采取措施，消费者恐怕会在岁末年初传统假期来临之前恐慌性购物。英国食品制造商今年夏季陷入困境，缺少工人收割蔬菜，缺少卡车司机把他们配送至商场。一些业内人士把这归咎于英国脱欧。超市和农产品生产商多次呼吁英国政府解决关键领域的用工难。除了用工荒问题外，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英国境内2家生产化肥的工厂亏损关门，而二氧化碳是化肥行业的副产品，这2家工厂的二氧化碳产品又占了英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而二氧化碳又在食品业应用广泛。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一些地区超市货架上的软饮料已经售空，一些火鸡食品生产商提醒，如果二氧化碳短缺状况持续，英国消费者年底可能无法享受传统的火鸡大餐了。不仅影响英国食品制造业，天然气短缺更直接推高气价，多家能源供应商不得不亏本经营，其中一些甚至退出市场，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在恶化。而一些能源供应商退出市场后，原先从他们那里购买能源的用户将不得不与其他供应商签署购买协议，价格会高于以往的订单。据英国媒体报道，过去2周已有将近150万英国用户受到那些能源供应商退出市场的影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粮食问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地时间23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联合国粮食系统视频峰会开幕，联合会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聚焦的问题之一就是在疫情背景下改进全球粮食系统。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警告称，当前每天都有上亿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但是却有超过1/3的食物遭到浪费，必须让全球民众都能获得健康且可负担得起的食物。古特雷斯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全球气候也越来越极端，这让粮食分配面临更大挑战。他表示，粮食系统峰会得到了超过10万人的支持，一方面促进了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提出3大需求在疫情恢复中改进粮食系统。首先是需要支持所有人健康及卫生的粮食系统，其次是需要能够保护地球资源的粮食系统，最后是需要支持各地繁荣的系统。 Above all, meeting our goals across these three principles depends on partnerships.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maintain the extraordinary momentum generated from this summit.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is proud to be taking this journey with you, and we pledge our full support. The entire system, led by our Rome-based agenci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is vital effort.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汇集了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参与者，期望为世界粮食系统带来切实积极的转变。峰会将持续2天，多国政府首脑和高级别官员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据路透社报道，受连日降雨影响，西班牙西南部巴达霍斯省部分地区洪灾严重。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条街道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部分垃圾漂浮在街道上。当地警方建议居民谨慎出行，学校也实施弹性上学时间。23号，意大利罗马北部街头惊现一群野猪，
只见猪妈妈和她的四只小猪悠闲地在街道上翻找食物，甚至走到居民房屋附近也不害怕。当地居民表示，野猪在街道上窜来窜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已经就此向市政府投诉。近日，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一家博物馆展出了由垃圾制成的雕塑、乐器、机器人和部分服饰。据报道，一位环保项目的创始人表示，希望这样的项目可以让当地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垃圾，增强垃圾回收和再利用的意识。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只有7%的垃圾被回收，约90%的垃圾储存在垃圾填埋场。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位绘画漫画的妈妈。最近上海的一位全职妈妈刘贝用手绘漫画的方式记录儿子的生活瞬间，一笔一笔一幅一幅画出了当妈的笑点，也画出了当妈的泪点，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和点赞。妈，我的宝宝现在4岁了，他的名字叫毛毛。我是从他1岁半的时候开始画漫画的，用漫画的形式来记录他的点点滴滴。也正是这一张张的漫画，大家认识了我。在刘贝的个人主页上可以看到，他已经拥有超过11万的粉丝量，创意满满的晒娃方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在他众多的视频中，有荷塘边笑得灿烂的毛毛，有过年穿新衣服呆萌的毛毛，有喜欢捉迷藏把自己装进箱子里的毛毛等等。儿子日常生活中的可爱瞬间被刘贝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他特别喜欢我画的画，他一看啊，这是毛毛，他就会告诉我。而且他经常看我画画之后，他就习惯了让我给他画画，经常走到路上看到什么东西就让我给他照下来，他说妈妈你给我照下来，快给我画一张。刘贝告诉记者，虽然以前是美术生，但很多年没拿笔难免有些生疏，不过他觉得画的好与坏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享受整个过程。因为我本身是学画画的，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做的游戏原画，然后干了10年的画画，所以别的技能也不会，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童年时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成长的每个瞬间都值得好好记录。刘贝说，他画这些漫画的本意是要记录自己的生活，意外的是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刘贝表示，发在视频平台的目的是希望今后翻阅自己的作品方便一点，没想到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平台上有些家长希望出资给刘贝给自己孩子画一幅，但他都婉拒了。就在记者采访刘贝1周前，他刚带着孩子旅行2个多月回来，在路途中他绘制了地图，走到哪一站便让毛毛在地图上做一个标记，记下这个地名和所到之处的见闻。他发现每次路途回来，毛毛似乎都成长不少，懂事不少。就是去不同地方的，你看有穿得很热的很厚的衣服，有穿得很少的，有夏天的冬天的都有。很多东西我是录下来的，但是录下来这些东西其实等他长大看也是挺有回味的，但是这些纸上的东西感觉是能摸得到的，特别是你看了这些，特别是画画这个东西的原稿，你当你看到这个原稿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跟很多年前的自己，或者是他跟很多年前的妈妈有一种交流。刘贝表示，今后会继续帮毛毛画漫画，用画笔描绘着儿子成长路上的多彩世界，一直画到毛毛长大成年。今后这一幅幅的漫画作品会是自己最平淡却又最珍贵的幸福，记录着自己对儿子深深的爱。
相信妈妈的这份心意会让孩子更加热爱生活，也教会他寻找生活中发光发热的瞬间。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大概就是因为生活中有自己深爱的人存在，用心去寻找生活中的温暖与爱，都会在平常日子里找到那份令人羡慕的幸福。那继续来看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儿童安全。很多孩子坐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后座的时候呢，双脚喜欢晃来晃去，一不留神脚就很容易卷入到后轮当中，对孩子造成伤害。近日，江苏、安徽、北京等地的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儿童被卡车辆的事故。近日，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海莲东路，一名4岁的男孩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右脚不慎卡进了电动车后轮轮毂与踏板之间，男孩因为疼痛和害怕哭闹不止。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对卡住男孩脚踝部位进行撑顶，几分钟后随着空间扩大，男孩安全脱险。前几天，安徽阜阳的一位家长带着3岁孩子骑着电动车走到西湖大道时，坐在后座的孩子在晃动时右脚卷进了电动车后轮内，被电动车的减震弹簧、后轮挡泥板和后轮三个构件卡住，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对电动车进行拆卸，并使用切割机将减震构件切开。由于孩子的脚被紧紧卡住，一转动轮胎就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消防员只得继续对后轮车轱辘进行切割，并将车轮胎进行放气，紧接着用剪刀将孩子的鞋剪开。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孩子终于脱险，随后家长立即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治疗。再来看前些天发生在北京丰台的这起小女孩脚卡在电动车的事故，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这名小女孩右脚经过长时间挤压已经开始红肿。消防员先是剪开了孩子脚上的鞋，但因为孩子右脚肿胀还是无法顺利脱困，加上电动车减震器表面光滑且有弧度，贸然强行剪开可能会伤到孩子。现场的消防员决定尽快找到部件的螺栓将其拆除。5分钟后，现场的热心市民和消防员合力拆下了卡脚的减震器，女童才得以顺利脱困。不疼了，不疼了，好了啊，好了，好了，你看医院啊。消防员表示，很多孩子坐在电动车或自行车后座时，双脚喜欢晃来晃去，一不留神脚就会被卷入后轮造成伤害。家长平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骑车搭载孩子时留心看护，一旦发现不安全的行为及时制止。家长带孩子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出门时，孩子坐在后座有车轮卡脚或者是跌落的风险，最好在后座安装安全座椅或者是防护网之类的安全措施，同时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小心驾驶。如果孩子的脚不慎被卡住，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要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小孩子缺乏足够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家长平时得格外注意看护。而孩子在开心玩耍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一些细小的安全隐患。我们一起去看几个新闻现场。近日，安徽池州的一个小男孩在玩耍时，不慎将右腿膝盖卡在护栏的两根栏杆中间，无法脱困。消防员了解小男孩被卡的具体情况，立即使用扩张器将卡住小男孩膝盖的两根栏杆撑开，几分钟后小男孩安全脱困。前几天，浙江宁波鄞州区一4岁男孩从自家的铁门钻出去时，结果头部被铁门卡住，动弹不得。消防员发现这个铁门的各道闸缝是相互关联的，只要一发力牵拉，就会碰到孩子，加剧疼痛。要不你这个陈凡，你这个给他稳住。来，消防员现场决定用手动扩张器将闸缝进行扩张，并用毛巾盖住男孩头部，防止施救过程中给男孩造成伤害。几分钟后，随着闸缝被扩大，男孩安全脱险。再来看江苏东海这起孩子手指被卡铁质下水地漏孔洞的事故，消防员到场时，孩子被卡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胀淤血，如不及时救援，影响手指的血液循环，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消防员利用钳子小心翼翼地将圆洞附近的铁片钳开口子，并安抚孩子分散其注意力，接着利用打磨机对铁片进行切割，十几分钟后孩子安全脱困，随后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消防部门表示，孩子天性好动，一些成人看不起眼的物品，比如电梯门缝、座椅、铁护栏、防盗网、塑料管等，都有可能给儿童造成意外伤害，家长平时应格外留意。咱们常说呀，要防患于未然，除了仔细看护之外，家长平时呢也要多教孩子一些安全常识，让孩子自己主观上也有一定的安全意识，避免发生危险。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个感人的现场。前两天在广西玉林市的街头，一个小男孩突然发病晕倒，孩子的父亲抱着他边跑边拦车求助，此时一名驾驶路过的司机急忙让他们上了车，并把他们送到最近的一家诊所。我看到孩子脸色已经发青了，然后意识也比较模糊，当时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就让他们上车，因为当时我的车上还坐着我老婆和我两个孩子嘛，然后就让他们挤一挤。随后梁春晓把男孩送到了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家诊所。据孩子的父亲介绍，当天上午小儿子发烧，他便骑着电动车搭两个儿子去医院，谁知到半路时小儿子突然晕倒，于是他就抱着儿子边跑边拦车求助。经医生初步诊断，孩子是因高烧突然晕倒的。而把男孩送到诊所后，梁春晓并没有离开，而是在诊所门口等候。首先我要想知道那孩子有没有抢救过来，有没有恢复正常，如果这边的条件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所幸几分钟过后呢，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孩子已经没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也安心。如果再迟十分八分钟，我会不知道我的小孩会怎么样，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梁大哥。感谢这位热心的梁大哥。同样是在广西，近日百色市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后面拉着长长的烟雾飙车炫技，视频呢还发布到了网络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中，男子把人造烟饼点燃之后放在车子安装车牌的架子上，然后驾驶车辆在东河桥上飙车，烟雾随车一路四处飘散，从而达到炫酷的目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后被网友举报，交警部门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该男子。就是拿了个烟雾弹，就快速通过那个桥。你开的是什么车？电动车。当时放那个烟雾很爽是吧？是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这么大，之前他说点过一个，然后他们说不会怎么样的这样子。据洪某交代，为了效果，他还将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电机进行了改装。最终，交警对洪某实施的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电动自行车违反国家标准、改变主要技术参数、加装妨碍道路安全装置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50元的决定，并对洪某的同伴给予警告教育处理。更多省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1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论坛期间将召开全体大会，举行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仪式，还将举行14场平行论坛和专场活动。通气会后还发布了中国企业500强20年报告和吉林省营商环境报告。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交流平台，也是推进大企业参与地方发展的重要合作渠道。9月24号，国家电网第6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在吉林省青年创业园开赛，来自国家电网公司18家单位的124个青创项目、400多名青年创客参加角逐。比赛项目分为安全生产、营销服务、发展建设物资、科技互联网等4个组别，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展示，通过发掘高质量创新创意项目，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双碳目标。日前，洮南市举行首届金秋健步行活动，路线全程3.66公里，沿途经过当地新修缮的锦湖公园、1949米蓝色海湾环湖健身步道，大家呼吸着新鲜空气，欣赏沿途美景，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欢迎回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6到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最近的一次学生体质调查发现，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人数达到3400万。目前由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妇女儿童肥胖控制专业委员会处置撰写的《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发布，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中指出，建议儿童青少年少食快餐食品，减少在外就餐及外卖点餐，减少添加糖的食品消费，并避免含糖饮料，禁止饮酒，减少高脂、高钠或加工食品的消费，减少儿童和青少年的饱和脂肪摄入，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按时规律进餐，避免不吃早餐和白天不断加餐，尤其是放学后和晚饭后及睡前，避免看电视或电子产品时进食。指南中指出，在肥胖儿童生活干预方面，建议1到3岁婴幼儿每天体力活动60分钟，大于3岁每天60分钟体力活动，包括30分钟有指导的结构化体育锻炼。6岁以上儿童和青少年应该每天至少保证60分钟中等至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至少进行3天的增强肌肉和骨骼的高强度运动。建议儿童将屏幕时间限制在每天1到2小时，并减少其他静坐少动行为。详细的对孩子的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评估、家庭教育、社会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啊，做了一个明确的、详尽、系统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些规范的制定，会引导我们这些无论是医疗工作者、保健工作者，还是我们广大的这些民众，能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能够知道如何来预防儿童肥胖。再来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小雨，17到15度。白城多云，19到13度。松原小雨，20到1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9到1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2到14度。